本期讲解一个零撸广告掘金项目无限撸红包的玩法，测试一天可实现100亿上下的收入啊。这是广告掘金的广告掘金啊，逻辑是通过浏览器看广告和视频，在看视频的过程中会有广告弹出来，我们去看广告就可以领红包。项目门槛非常低，你只要有安卓手机就可以操作，多劳多得，每天赚个几十块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。闲暇时间来看看就可以，一个账号每天能赚几十，多个账号操作的话能赚个几百也是没有问题的，非常非常好的项目，碎片时间化就能操作啊，碎片化就能操作。这是课程的这个内容，包括项目介绍、项目实操、提升权重啊、变现及注意事项对详细的讲解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四节视频课程，包括注册的入口，一些的收益图啊，全部都有讲解。如果想要百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零撸广告掘金，或者是广告掘金项目，就可以直接下载百套教程了。